啊，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又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神的话，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那我们在一天的开始能够抓住神的应许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帮助。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二十三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宿、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的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我们先来读第十六节跟十七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在这里我们看到哥罗西的教会确实已经受到诺斯底神秘主义的影响，特别在饮食和节期的礼仪上他们定出很多的规定和限制，这就使得诺斯底神秘主义的人跟主张犹太律法主义的人没有什么差别。我们知道犹太人因为摩西律法的规定很多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洁净的不能够吃，不能够喝，所以他们拒绝去使用。那么诺斯底神秘主义的人则认为，凡是物质界的都是邪恶的，只有纯灵的世界才是洁净的。所以呢，吃的越少就觉得身体对自己越好。虽然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是因为不能吃的关系所以这一个身体受到很多的折磨使自己陷入到精益主义的错误里面。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节期、月朔这些问题都是跟节期的活动有关系的。那么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为了帮助困苦的人，经常在安息日医病赶鬼，但是一些宗教的领袖却为了遵守宗教的礼仪守这个节期来禁止耶稣医病赶鬼。那么先知以赛亚曾经谴责神的百姓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人虽然用了很多的宗教礼仪来表示信仰的虔诚，可是内心呢往往失去神真实的敬拜。那么这样的宗教礼仪是虚伪的并不是真实的敬拜。所以当哥罗西教会有人散布这个错误的谬论时，保罗要他们把焦点集中在那一位有形有体的基督身上，这才是真正的敬虔。相反的，如果我们还在坚持守礼仪、守律法和这些规条，
那么就是舍本逐末啊，还没有认清他们只是影儿啊，不是实体。我们继续看啊，第十八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在这里，保罗进一步的谴责，教会竟然有人啊，把天使也当作敬拜的对象，这是完全错误的信仰认知，是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在众多的天使当中，神也设立拯救者，这就贬低了耶稣基督唯一救赎者的身份。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天使只是服役的灵，是奉神差遣为我们得救的人来效力的，所以天使绝对啊没有拯救的啊这个身份啊，没有救赎的身份啊，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么第十九节啊，这里说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不持定元首啊，就是不再抓紧基督了啊，那么就是离开了基督啊，那么去追求别的东西。保罗很清楚地指出来，一个人如果离开了耶稣基督，就像枝子离开树一样的，无法得到生命的供应，那么最后会枯干而死。那么唯有耶稣基督，我们跟耶稣基督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我们的生命啊才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持续地长大成熟。我们接下来读20-22节，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顺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在哥罗西的教会里，有人正在宣传流行于当代的禁欲主义。那么在饮食上，诺斯底派的人啊，这一个基本上有两种想法。第一种就是说，反正肉体是邪恶的嘛，跟灵界没有关系，所以呢就可以放纵私欲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所以啊，这样子无形当中啊就助长了啊这个邪恶的势力。另外一种想法呢，就是认为肉体啊是邪恶的啊，所以就应该把它致死。所以他们就用虐待的方式啊，用饥饿的方式来苦待身体啊，想减少生命中的痛苦。所以禁欲主义的禁食在当时代里啊，变成了一种流行的啊这个灵修方式。如果有人啊经常禁食啊，甚至会被人当作是很属灵啊灵命很好的。但是其实啊这样的禁食跟圣经所讲的禁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那么这让我们想到福音书当中有人也把耶稣拿来跟啊，施洗约翰啊做比较，他们说施洗约翰不吃不喝啊，是被鬼附着的。那么耶稣又吃又喝，他们说是贪食好酒。那么耶稣面对他们的批评怎么回应呢？耶稣很清楚地表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他懂得该做什么事啊，是最容易彰显神的爱啊，神的这个能力，而不是在于从人来所定出来的这些规条。我们接下来看第23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那么这里保罗说，这个采取禁欲主义的人只是在肉体上面采取了压抑的行动啊，克制的行动，其实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因为肉体的情欲啊，不是靠着几个规条啊就能够克制得住的。真的要
能够克制得住的是要靠着，只有靠着这个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才能够解决的。其实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身体是这个神奇妙的创造，我们的身体拥有神荣耀的样式，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邪恶的。在马可福音七章十五节，耶稣也曾经说过，不论吃什么都不会因为所吃的而影响我们内心的洁净，或者影响我们内心的污秽，食物不会影响我们的。真正会影响我们，真正会污秽我们心灵的，是出于我们内心里面那些污秽不洁的这些意念。同样的，保罗也告诉哥罗西的教会，想靠着克制肉体的情欲而来成圣，那是毫无功效的，没有功效，也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那么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也提醒我们真的不要小看我们生活里面一些问题，一些小小的问题。虽然不是每件事都跟这一个信仰本质的问题有关系，像这个割礼啦复活这一些有时候是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像连吃饭这样一个很平常的生活问题，也可能带来教会的一些的困扰。其实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这一个软弱，我们常常会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在担心。但主耶稣要我们转移这个焦点转移我们眼目的焦点就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想这才是神真正善良纯全的旨意。那么让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天父，谢谢你，你也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不但如此，你还把我们当作你的圣殿，乐意住在我们生命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你十字架的大能。现在我乐意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你，靠着你的帮助，我能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直到你的再来。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